好了，到此，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这个来人酒啦。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一直凌晨的时候啊，赶快来录一下影片，因为最近的话，基本上本来的这个泽平的卷子啊，是要给他存到就是一月多的那个光案哦。但是呢，听说好不好？这边的话，我们群组马上传了讯息说，泽平这一次这个五种2022年人气 Ranger 出现几率提升，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抽的哦。那目前来说，泽平这边有108张卷子啦，不然我们就抽到剩50张卷子，然后留给我们就是那个。光与暗，那听说这个系列的话，好像会比光与暗还要更推一点点哦。里面的这些角色，有我们这边的这个沙利的这个时钟哦，时钟白兔沙利 ，and 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唱熊大，哎，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电影拍版的这个沙利哦，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爱情巴斯特杰西卡啊 ，and 我们这边的这个茶会帽客馒头人哦，这些的话好像都还蛮推荐的了，好不好？这个水的，听说火的好像不太推荐而已，其他的话好像都还蛮不错的哦。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哦。主要来说，这个光跟暗的这两只，应该我觉得应该算大奖吧。我觉得 maybe 或许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抽一下我们这边的卷子，50张的话，基本上应该是10抽吧。一只角色是，一只角色是那个哦，对，我们的我们卷子这边5抽是单抽，对不对？对，我们单抽好像是一卷5张是单抽一次嘛，对不对？哦，好吧。那没关系，就来吧，就直接抽吧。因为钻石这边的话，应该还是要留给就是那个啦，还是红宝石这边的话，还是要留给就是装备会比较好一点的。好，那我们就走起了哦，希望是可以中这边大家所说的大奖啦，好不好？我是不知道大奖是谁，但是能中那个八星的或是中七星的，应该都还蛮不错的，好不好？就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好不好？说水猫、光熊跟暗沙利都不错，好不好？周琦，周琦，来，拜托了。之前巨人都没抽到什么东西，这一次该给的好东西了吧？单抽初级机，拜托你了！加倍角，拜托！哇靠，童军玛丽，这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好，继续，我们抽到最多就剩50张卷子哦。因为我的这边的观众朋友是跟我说，我自己的角色真的是太少了哦，所以那边角色池有点不太够了，好不好？拜托来点好的，壮志熊大。好像跟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是有几率提升吗？我真的很保持一个怀疑，你知道吗？他从那个巨人开始就一直不给我角色了，你知道吗？我只不过想要抽一只巨人的角色，也很难抽。马战车詹姆士，完了，完了，好了，没关系啊，反正多抽几只比较有用就好了。听说那个是什么？画画那个沙粒也很不错、哦，来吧，小小蘑菇沙粒，终于是一只沙粒了，好不好？但是这个小小蘑菇沙粒跟上面加倍的这些小色好像一点搭嘎都没有。不过听说那个沙粒，不知道我感觉大家好像都一直在推沙粒吧。拜托了，有没有机会来一只好的就好了，好不好？拜托你了，来一只好的，求你了。天空骑士馒头人。真的跟上面这个纪念的这些角色完全一点都不搭嘎还是我们应该真的要用红宝石来抽啊？是不是在氪金支持一下了各位？完蛋了，是不是又要上头了？哇，摇滚歌手爱丽丝，这怎么看都是那种降临关卡可以打到的角色啊，对不对？别想骗我了。好，继续。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对于这游戏的这个抽角色环节的话，我好像都已经无感了。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难中，你知道吗？火箭查尔斯，我觉得他真的很难中哦。这个我想要演或者怎么样都不行的，这个直接被他抽到烂掉。好啦，我们最后的几张了，这没给那就算了，我真的也没差了，好不好？鸭子传兔兔，真的没差了，因为我本来就没想过他会中。那代表我们留五十张卷子给那个光暗，好像也很不够哈哈。光暗系列抽50张卷子，我突然觉得留这些卷子好像真的很不够我要不要真的用那个红宝石抽一下、啊？你看，我们刚刚又抽到那个童军的那只了，拜托，朝思暮想，给一个好的吧。泳装兔兔，不是真的是没有一个跟上面这个有搭嘎的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还是因为我们之前装备抽太好了，现在开始衰了，各位，是这样的意思吗？真的没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啊，要不要支持一下？不然我们花个330块，我们抽个那个好不好？330块抽个那个300抽6加7怎么样？我是还蛮想要看一下，就是300抽6加7会不会运势比较好的啦。好，我是蛮想要这样看的啦，但是大家一定觉得我很蠢啦，好不好？因为装备还是拿去抽装备会比较好。我看一下有没有组合包，420特殊羽毛卡15张，觉醒石，你奥兰多全包，玉包，啊，好烦哦，没有出东西真的很烦呢。观众是说这些卷子可以抽完啦，到1月5号。哇，我很难受。好啦，算了，我们抽完好了，好不好？啊，如果真的大家比较推那个光暗的话，我们到时候光暗再走起，怎么样？我忍不住了，我一抽我就想要抽完，不然真的会很不舒服。好，抽了，然后抽完发现没有一只是中的，然后更不舒服了。好啦，我们抽到一只八星的，我们就收手，好不好？抽到一只八星的，我们就收手。红蟹姬爱德华很有问题，很想要说没问题，但是实在很有问题。我抽到一只八星的，我就那个好不好？八星，然后蓝色的，要求越来越多了。橡木桶爱德华，听说这个橡木桶爱德华好像也不错哎、欸，不是哎、欸，感觉真的是很难出东西耶、欸，完蛋了。啊，上头了，各位，我们的光暗没得留了。小学生熊大，哎呦喂啊！还是其实小学生熊大就是我们这个摇滚熊大的进化版本，主唱。可以了吧？这应该可以了吧？我觉得中一只差不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收手了，是不是各位？好好好，我们先这样，存33。我刚刚是整个嘴巴都张开了，哇，主唱熊大，啊，这只熊大进化会不会就变成那个了？就变成主唱熊大了，会吗？没有这么白痴的吧？这只进化会变成什么？这只进化会变成，会不会变成就这样 ？OK， 好。那这只超进化看一下需要什么？这只超进化的话会需要这个，管理人，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丫丫，这个是降临关卡吧？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目前来说有这只，好、哦、有这只，然后它是需要吃蛮多的哦。好 ，OK， 好、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哇爽嘞，这只应该蛮爽了吧？各位，这只应该有吧？但这个长颈鹿换下来，大家好像说它很烂，这只 OK 吧？各位。我觉得这边花这些卷子有乘胜，有一直努力下去，我觉得应该是不错了，好不好？然后女王这边好像是要6颗星，对不对？我看一下，我记得我好像有多刷它，是不是？有多刷一点点的它。那其他这大家有看到，就是还可以用的话，也可以跟这边讲一下哦、喔。还是我直接让他吃这个就好了，直接让他吃这个里奥纳多，升一下6星，怎么样？会不会太浪费啊？好像有点太浪费了，算了，我先自己试一下刷一下好了哦、喔。这个如果大家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话，可以跟子明讲一下。我目前来说，这一次抽到的是这个光熊啊，光熊好像还行的感觉吧，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慢慢先来刷这些素材哦、喔，把它们就是合上去这样子。哇，这些猴子啊，跟这些猪啊，还有这个尼克拉、啊，还是我们其实真的都是吃这个就好了，吃这8级的这个让它升上去这样子。大家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哦、喔。然后现在来说的话，这一次又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赛季票券的，我又想买了，好不好？330块，好像买这个比较划算哦、喔。而且里面还有送很多一些东西，而且还有送券哦、喔。这感觉券弄一弄，应该又全部都再回来了吧？对不对，各位？这个到时候买这个好了，买这个好像比较划算一点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去打一场看看那个熊大的那个感觉，好了，好不好？哇，好开心欸，各位，真的是好开心啊，这可以拖上去了吧？嗯，这可以拖上去了吧？哦，至少抽到一只光的，有没有？到时候光暗系列的话，应该就也不错这样子。欢喜欢喜，好，
来打一个主线关卡，来看一下这只熊大究竟威力如何，好不好？424 ，Gaki， 好恐怖哦，真的很害怕，我什么都没抽到，哎，好险有抽到。就到时候大家会不会说，那这批你就把它全部抽光啊？完了，我们那只熊大挂了，我们那只熊大挂了，你们怎么看？我那熊大才一等啊，大家不要这么苛刻，好不好？大家不要这么苛刻，他才一等。他还有成长的空间，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就带他上来刷一刷，就还蛮不错的。太开心啦，这个熊大！待会的话，我试一下要先刷他那个降临关卡，然后把他升到就是那个红色阶级，再看一下这个光熊大能够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走起走起，光熊大。至少好不好？终于有抽到就是大佬认证的，就是比较厉害的这个角色。这个是那个谁？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也是有在做那个 Light Ranger 的 YouTuber， 叫做 LR 的啊、哦，不是 LR， 叫什么？我看一下，他好像没有叫他的名字，他是去问别人的。他没附他的名字哎，谢谢这个 Light Ranger 这个有在做 Light Ranger 的这个大大提供这个意见给我的观众朋友们，他告诉我可以抽这个词的，谢谢你让我跟这个光熊大主唱相遇，好不好？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哎，我输了，为什么？啊？为什么？